我要外焦里嫩哦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我要吃的不能辣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强迫症跑串就不一样了，都给摆匀了。行吗？行。你心疼我，继续打。不要不要不要！不用。老板辛苦了，老板。难得，我不如。你少。 什么叫张口就来？三十年，好像明天是我二十一岁。哎呦我的妈！<笑>看这鸡翅，看看这鸡翅，淘金以来最开心的一天，又能工作，又能看串，啊，真香！ 是他，就是他，摄像、收音、场务、道具，在哪里都有他的身影。我们的兼职小能手小陈同学。哎，两位，在我这边来一点。见了，非常完美，化妆组容不下了。 行，可以了。好了，安静。来找一个，这是左右对，来，走。跟他说话，这是指挥他，要掌控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胖啊！够疼的。这个兄弟来了，穿帮，后面，来来来，穿帮，来一个，来一个，快啊！太紧了，换个头吧。我连换不了。预备，撤。 哇，太香了，绝了！那手真不大，香，还挺香。都可以，就是都行，牙还是好的。你别就是剁手刀，剁手刀，剁手刀有力，这么着，看你手的挣扎，还有手，还剁。你想让切着？好，只有一方，右手还可以再来。 抖音。